啊，所以淹水哦啊，到底这个中间事前在这个要有很多的准备哦，汛期之前要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啊，这一些我相信高雄过去我在的时候，高雄市政府的水利单位等等，那我都看到他们的辛苦。我们尊重高雄人的选择，那现在我想做一个高雄人，那我善尽我应有的责任啊，我想我现在我也没有任何公职，我想回来投票这是应该的。